火咗鬼？我见咁耐，乜咁惹火啊？废话，你想点？我想点？我一路做得好地地，乜交物交都系我派，你凭咩同我争做大佬啊？融交咁又点咧？他哋掉山海就当睇唔到噶啦，我哋一把火就烧晒成座山，你边有资格坐正嘅？我冇资格，全世界啊，人人食嘅嘢啊，饮嘅嘢啊，都系用包装噶，净系香港啊，一日已经用2132公吨胶啊，我哋一於发展胶嘢公园。先唔好讲呢五年内。我燒了1330.5足球場咁大的郊野公園，幾百年都求唔翻嘅。總之位我就坐緊嘅啦，大堂我就要硬嘅啦。假冒人，走啊！我認得你，你係嗰個長春市嗰個咩春超人啊嘛！喂，我做鬼？对路啊！我有啲事要做，我先，下次饮茶我嘅。火烛鬼，我一定唔会俾你得逞，我会叫晒所有 Eco Rangers 守住大堂。我怕你哋嚟齐啊，你捉我唔到啊！佢哋到时一定会嚟搞事嘅，睇嚟要召集各路英雄先至得啦。